我们百年老店不断的翻新，不断的写下新的历史。我们看到全新的车站，我们看到即将起航的许悦号。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阿里山林铁将迈向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我们接下来带着我们的林业保育署的团队，谢谢来自包括花莲、嘉义、南投分署的副分署长，还有我们林业自然保育署的团队，我们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谢谢各位这个贵宾们。当然，我们今天永茂市长同样带着市府团队前来，掌声欢迎我们幸福城市大家长黄敏慧黄市长、永茂市长，还有市府团队，包括沿线的哈，我们的许多小学的这个校长也都前来哈，谢谢校长们，谢谢我们的国中小，非常的感谢我们的永茂团队。好，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非常非常的谢谢立法委员王美惠王委员一直给我们的关心，谢谢王美惠委员，非常的感谢。那紧接着为大家介绍，这段时间真的很辛苦，谢谢我们这个黄妙修黄处长林铁文资处黄妙修黄处长，还有黄处长走到你们团队，谢谢。包含了我们的林铁人都回娘家了，我们几位退休的处长叶贤良处长，谢谢我们的林泽茂处长，我们小李，我们许明成处长，谢谢，还有我们的林铁伙伴，退休的好朋友们，欢迎回娘家。这里想讲个小故事，听说有一位我们退休的司机员，我们的陈和明先生，50年前就是你家，50年前的今天在这里搭上了阿里山的林业铁路，前往阿里山度蜜月，结婚50周年，今天特别带着太太一起回来庆祝，来看我们的林铁迈向更高峰，谢谢。好，那在这边我们要特别的谢谢我们宗族的长老高德生高长老阿喵喵，谢谢我们宗族跟我们一起来守护这片山林最佳的好伙伴。那另外还有来自日本台湾交流协会高雄事务所的所长奥正史奥所长，奥正史所长，谢谢。还有我们台湾世界遗产登录推广协会的中山凤先生，谢谢。我们是来自日本高知县台湾办事处的代表欧元韵小姐，谢谢您，谢谢。那今天呢，有代表我们在现场吴章良吴县长前来的消防局局长蔡建安蔡局长，蔡局长，谢谢，谢谢我们高县长给我们关心。那当然我们有多位的县市议员来到我们的现场这边看到，我们有看到我们的黄敏修议员，谢谢黄敏修议员，大家好。还有我们看到我们的顾大伟议员，谢谢顾大伟议员，非常感谢。还有我们这个孙冠之议员，谢谢孙冠之议员。还有我们郑光宏议员，谢谢郑光宏议员。以及我们林伟轩议员，就在我们的现场，欢迎林伟轩议员。以及代表我们黄思平议员前来的我们的执行长，谢谢。谢谢我们这个议员对我们的关心。好，那另外呢，在我们的现场还有各机关带来的祝福，包括我们的好邻居行政执行署，谢谢我们的柯宜林分署长，谢谢您。还有我们灾区调查站的代表陈玉泉秘书，谢谢。以及在线调查站的代表张正化秘书，感谢您。好，我有财产署我们嘉义办事处的李玉明主任和小李，还有我们阿里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马继伟主任，谢谢。好，今天带来了我们的临时邮局，我们嘉义邮局的副局长孙聪明副局长，谢谢。好，那另外呢，在这里也要特别的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设计，真的有容我们的这个专业团队主点设计，谢谢我们的钟炳宏建筑师，也是我们的总经理，谢谢。还有玉祥机械的总经理刘崇明总经理，代表我们的团队，非常的感谢。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的文史工作者一定都是齐聚一堂包括有我们金龙文教基金会，谢谢我们蔡荣顺董事长跟苏木桥执行长，谢谢。还有我们阿里山世界遗产协会郭英良理事长，谢谢您。以及我们旧打狗驿站的馆长，一位馆长，谢谢。
好，另外呢，还有我们的铁道文化协会余秋林会长，谢谢您。啊，还有我们的生态老师陈月霞老师，啊，谢谢。啊，那另外呢，还有我们许多阿里山铁路沿线，好，我们的这个公所阿里山乡公所，我们竹崎公所，还有我们的村长们，来跟大家一起挥个手好吗？还有我们阿里山铁路哈，我们的这个青年大使团也来了，欢迎我们的青年大使，好，谢谢。我真的非常的开心啊，我看到陈家评议员又来到我们的现场哈，欢迎陈家评议员，好，谢谢。啊，还有一直关心我们铁道的徐乃医师，谢谢徐医师，谢谢。啊，在这里呢，真的很谢谢大家对我们的关心，可能介绍上会有疏漏的地方，但是满满的感谢，满满的感动，给所有的贵宾一个热烈的掌声，谢谢。好的，接下来要请大家将你们的目光投注到我们的荧幕上，因为除了现场。111回目の誕生祭、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大家好、恭喜你、イエーイ。Best wishes from loyal friends of Papa Billy Railway and Melbourne. So I'm Peter Abbott from Papa Billy Railway, the Chief Executive here at Papa Billy, and I really want to wish all our friends at Alishan Railway a very happy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achievement of being opened and restored all the way through to your great achievement you are doing at Alishan. We really admire all the work you've done.And of course, if any visitors come to Australia, we welcome you to come to Puffing Billy. And of course, we'll encourage people to come and see your railway in Taiwan. So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support and our friendship. And I hope that over time you can build up friendship even more. So congratulations, happy birthday, and see you in Alishan soon. G'day from the Zigzag Railway in Australia. Today, it was our pleasure to host the Alishan.Forestry Railway and their guests. We had a pleasure of a visit. We hope to see them again soon, and congratulations on their anniversary and the opening of their new station. 好，那另外还有我们台铁，好，我们的副站长郑副站长郑成基副站长，谢谢您，好，非常的感谢。另外。当然我们要带动嘉义的观光，我们台湾的观光，谢谢我们的易游网可乐旅游雄狮旅游，我们的这个团队也来到现场，谢谢给我们的旅游团队，哦，谢谢谢谢谢谢易游网，谢谢我们的可乐旅游跟雄狮旅游的团队，谢谢。好，那么我们在看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之后，相信在场的各位贵宾一定更想知道未来我们的北仑车站，我们的许愿号将带来什么样的服务。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先请到我们林那许愿启程，就由福科洪淑霞代表先来介绍北仑车站整修的特色。大家可能在记得62年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它曾经是一栋2层楼的水泥建筑物，在西南往来的游客，在高挑的一个站房，可能是多数人嘉义人的历史记忆。在98年的时候，因为出餐商和一的案子，这里改建成为了立新饭店，还有车站。那也经过了12年的增修，在110年。完成了和解，林业署把这个车站还有饭店买回来，所以我们在112年的5月份就启动了车站的整修，还有空间美学的改造。那我们融入了林铁的识别系统，将火车红、森林绿、晨光白加入到整修的元素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我们木鱼铁的候车亭。宽敞的空间让游客有一个舒适的平等的空间使用。在我
我们也想到运用了它现有的窗口，去打造了一个多功能的售票窗口，包含了用电子式的旅游资讯，取代了海报的张贴。我们明仔早上商品来电嘛。的展示柜也方便游客在购票的时候也可以选购临帖的商品。在售票的部分也有一般跟无障碍的窗口，去想到方方面面旅客的需求。你走那个多少？在月台，我们也很用心，用灰色的消光漆去取代了一个亮光漆，降低它的色调，跟整体的饭店的景观能够融合。在月台的一个区隔线，我们应用了木纹的瓷砖，也引导了表征旅客就进入了嘉义的这个木都。在车站的办公室，我们首先也采用了这个 OA 办公室，空间简洁，也是我们未来简易的行控中心。这七个月来，有市政工程轮番的进行，有大家伙伴们、同仁们辛苦的付出，所以才有今天北门车站漂亮亮丽的换装登场，很感谢大家，感谢。接下来就是由叶明明女士来介绍许悦号。各位长官贵宾，大家好，我是三洋养护科的燕婷。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许悦号。我们许悦号其实是我们阿里山林铁第一辆以生态为主轴的为主题的列车。那首先呢，我们以生态，我们就是以立贝林区，就是所谓的阿里山迎宾鸟作为设计的发想，尤其是外观，就是以雄鸟，大家可以看到雄鸟的蓝色跟它橘色的领巾作为设计。那内装的部分就是以雌鸟的浅黄色的色调作为主轴的搭配。那我们在车厢内部有两种方式的车厢，首先第一个是瞭望席，我们瞭望席其实座椅是可以做360度的旋转，那在搭乘的时候可以就是以做旋转，然后去看自己喜欢的风景的方向，这都可以自由调配，然后包含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长条的桌板，这其实都是使用我们国产材质台湾快木。那接下来看到右边这个是包厢席，我们包厢席椅子跟椅子之间都有做隔屏，就大家可以就是有个半隐蔽的空间。那其实除了虽然把空间给遮蔽住，但是还是保有大的，就是还是保有窗景，大家可以欣赏外面的窗户。那接下来我们最特殊的就是我们是台湾首列有透明驾驶室的车辆。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采用大片的玻璃去作为驾驶室的隔间。那以车在车厢内部往前看的时候，其实具有大概270度左右的风景可以欣赏。那我们还有自动贩卖机，贩卖机是属于比较小巧的形式，就是非常非常适合我们阿里山小火车的小车的感觉。那我们在这一次其实还有考量到一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个小小的机台，这个其实是无线的紧急通话系统，在我们紧急状态的时候啊，乘客可以使用按下按钮之后，除了可以通话，其实还有视讯的功能，所以我们在列车长他可以收到这讯息之后，他可以作为一个紧急应变，就是立马就可以判断说我们要怎么做处理。那还有在另外一边这个，大家看到一个小小的一个椭圆形的算是一个造型，它这个是我们的八声道音响，就其实大家在等一下在车上的时候可以稍微仔细看一下，它其实就藏在我们的上方的行李架上，除了就大家可以有欣赏美景之外，还可以用听觉来欣赏声景。那我们虽然是旧车，但是经过蜕变之后，我们也可以有崭新的体验。我们要谢谢我们设计师设计团队是主点设计公司，以及我们的施工团队地产机械公司，谢谢。谢谢，哇，这个最棒的，还有这个设计的团队，哈，我们的地产机械，还有我们的中设计师，谢谢，来到我们的现场，欢迎天天天的贵宾，耶，谢谢，谢谢。好，那我们的议长，我们
是不是有代表我们这个议长我们的这个推助啊？谢谢我们的办公室主任啊，刘静平主任啊，非常的感谢。还有我们的李中立议员啊，又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李中立议员，真的各界还对我们的林铁这么大的一个关心。那接下来是不是我们也请到我们的林航信署长来给我们勉励一下好吗？好，来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黄市长。在嘉义市非常支持我们了，还有我们在立法院也是最支持我们的王美惠王委员，还有我们的高长老高董务，还有我们所长，那还有我们今天还有几位历任的前任的这个处长，那还有我们玉祥，还有竹点的这个执行长，还有我们在座非常多位的议员。那还有我们嘉义市的这个张局长，那当然还有我们嘉义市的团队，还有所有关心林铁而且支持林铁的地方的贵宾伙伴，大家早。早。我今天从这个蛮寒冷的台北下来啊，那我们这边这个艳阳高照，我觉得这个就象征了我们林铁欣欣向荣，而且也把我们107年奉行政院核定，我们成立了林铁处专责的这个机构，大家一直努力的这个精神展现出来哦，充满了朝蓬勃的朝气。那在这几年来，虽然时间不是很长，可是从我们林业自然保育署的本署跟我们的这个管理处呢，林铁处呢，我们一直一步一脚印的从争取预算。那逐步的针对路线的安全、场站的优化，还有今天的这个新的列车的发表、乘坐体验的提升我们一直都在努力的进行当中。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要迎接明年中阿里山全线重新的通车，这是一个。在这个过程中非常谢谢我行政院对于阿里山林铁所有的这个复建还有整个提升的这个支持，包含在预算上面，那还有这个院里面的这个张鼎生政委也亲自来这边看过好几次，也对这个计划非常的关心那也谢谢我们嘉义市市长跟团队们跟我们的这个林铁处合作无间，来共同打造我们的这个林铁的这个嘉义市的这个观点，它不只是观点，而且是最重要的起点。那当然也要谢谢我们王美惠委员在立法院对我们的这个计划争取还有预算的这个争取的这个大力的这个支持那当然呢，也要谢谢我们的林铁处跟处长跟同仁大家真的是兢兢业业，然后这个尽善尽美这个求新求好的这个精神，我想待会从我们进到这个新的这个北门车站，或者是待会大家看到这个徐的话，应该都能够体会他们的用心跟努力。那当然今天的新的这个林铁站这个北门车站跟原本的这个北门车站也都完成了这个修复，一个新旧的对比，那象征了世代的传承。那我们阿里山林铁的复建，除了保有原本的这个世界级的重要的这个铁道高山铁道的文化资产的原汁原味之外我们也要跟这个世界级的这个铁道的旅游跟体验呢要来同步所以我们这两个并不冲突保有传统的核心价值跟有最现代的这个服务跟乘坐的体验，这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的这个目标。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跟各位的支持之下，我们一定可以达成这样的目标。那当然最后要再次谢谢大家共同的这个努力跟给我们的鼓励跟鞭策，还有所有的这个支持，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努力共同
迈向让林铁呢真正能够变成是台湾走出国际最亮眼的一张名片。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谢谢，谢谢组长，谢谢。他真的，他不只是林业的专业，而且他真的是一个文化，真的把文化带进来，懂得文化的人，这才是最伟大的。哦，我觉得一直我们常常在讲，建设可以让城市变得更巨大，但是文化可以让这个城市变得更伟大。我要谢谢他把林业真的这样的精神这么多年来能够带动我，我觉得终于看到了希望啊，所以我们是不是给署长所带领的团队一个热烈掌声，要说处长还有所有他的团队真的热烈掌声加尖叫好不好。你就知道，所以每个啊我们就是一直期待，这不是一直啊，不止来我们给王委员一个热烈掌声，谢谢这样的一个大工建代表的，我想阿里山，从阿里山到哇，整个它下来不只是一个林业产业，一个经济的产业，更重要的，它代表着其实在这边111年，本来我告诉说110年，哇，大家都觉得很了不起，现在又加一了。110加1就是111，对不对？110加1。那这也代表了真的无限的，真的让人感动。那所以我想，我们历任的处长真的谢谢你们的努力。看到我们这里阿里山的起点其实就在嘉义市。我们从这个北门车站其实整体的延伸，我们很讨厌等红绿灯，但是我们特别喜欢等阿里山。来到忠孝路，或者等阿里山火车经过的时候，哇，好幸福！这好多人告诉我，好幸福哦，我可以在这边等着阿里山火车通过。哎，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幸福，对不对？对，就这样的一个文化带给大家，真的是特别的不一样。那今天又看到喜悦啊，我刚刚在问许是什么，马上妙修报告署长。妙修马上告诉我，栩是什么？栩栩如生，是生动啊、哦，活泼的意思，生动。而栩，建筑师在这里应该有刚刚有介绍这公鸟，因为它是迎宾鸟，这样的公鸟，它那很长的名字我不太会讲，那名字叫什么？立贝林渠，立贝林渠，台湾的特有种，所以这个也是台湾的特有种，对不对？啊，我们这个车厢。对不对？哈、哦，所以呢，他把那个公鸟是用哈、哦，他一直嗡嗡嗡嗡嗡嗡，这样捍卫着它，但是捍卫着展现它的它的英姿啊、哦。所以呢，有这个公鸟来了，所以内装呢是母鸟，所以我想这个许愿哈，真的带给我们真的满满的感动，真的触动了我们，真的相当我们很多很多。期待的心灵都在这里，所以我想今天有这一个，不只是我们人高兴，我想有这么好的地点，有这么好的这么好的人，这么多的人，各界的贵宾，包括日本的朋友，各国的朋友都还都留下了记录。我想我们在这个时刻111周年的时候，他通车111周年，我也谢谢刚刚蔡。我们那个真的蔡荣顺蔡董事长特别说到90周年的时候是嘉义市政府办的哈，当时由他来承办，所以把历史，我们非常谢谢很多写历史重视文化的好朋友，我们蔡董事长，还有这边很多，包括李市长，包括我们很多很多人都很重视，我们希望由这样来带动起来呢，让大家看到有深刻的历史，深刻的故事。我想今天他华丽的转身，特别会感受到他的不同。所以有天时，你看老天爷，我看到我是看你穿那么多，我不好意思再加个外套了啊。所以你看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带来了温暖，也带来了象征着我们很多人对他的期待。我们希望阿里山大功建真的能够真正去完成，而且越早越好，因为整个大功建让我们来做最好的整理。所以我想不只是这个起点在嘉义市跟嘉义县整体，甚至我们可以延伸，所以未来的延伸也为什么我一直在争取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把
高铁到台铁的轻轨把它连接起来，对不对？这个再连接起来，你看它就是不一样。所以呢，整个阿里山这样串联起来以后，大家更方便。你可以哈、来到这边，你可以有无铁的共购，哈、无铁的转换，那可以跟叫做无轨的搬运，五种轨道的搬运啊，啊，对不对？叫做无轨，这是好的无轨搬运，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所以我们要谢谢设计师，还有整个团队的帮我们想象，真的许愿启程。这也象征了我们今天在圣诞节也是行宪纪念日，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面，111周年的阿里山铁路的通车，我们想真的让我们又串起，借由这样的文化串起来，让大家更高兴，我们看到我们希望的未来。再一次我也谢谢，因为刚刚提到张景生张政务委员啊。最早期我们在这当时在嘉义市这边有四个子计划啊，当时的都更就是我们从当时我们叶处长啊，那时候叫也都处长，我们他当时在这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刚刚走过快意生活村满满的人，这里是其中一部分，有四个子计划，我们也陆续都在完成，现在等到就是最辛苦的阿里山阿里山的一个这个那一个阿里山里叶村那一个地方再起来，我想这整体就走过了，它会更精彩。感恩大家，也祝福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我们的有你来给我们献上祝福，来掌声欢迎，谢谢安琪拉，安琪拉刚才苏六刚才来起丢刚才苏六哥很好，还有上听秀咱的阿里山的日本交流协会，还有保持咱会当伫国际上大家拢看会到，爱咱坐坐咱前的处长，佮所有爱好咱阿里山人体，遮个前辈、遮个师大、遮个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刚才听到市长吼，甲咱的署长来讲，阿威四天前去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想讲，要安怎让家己较好，啊，我就去找张景生政治的时候，张景生政治然后讲一句话讲，我是想要做轻轨，可是张景生政治然后讲，轻轨爱者，阿里山小火车更加爱者。因为这个火车会当带动嘉义市的经济加观光，因为然后这个阿里山呢，大家会感觉讲阿里山的小火车是带动阿里山山顶的观光，根本搞错啊！伊讲阿里山的小火车起点在嘉义市，嘉义市的观光也好，国际性的人啊。来要坐这个阿里山，一定爱在咱嘉义市大家消费、加佚佗。所以我听到安尼的时候，我若特别去到台北，然后医生搁要出来的时候，我就讲拜托这阿里山，伊讲老公，你为你放心，经费会愈来愈多，绝对乎恁嘉义市脱胎换骨。看到阿里山的北门车站的时候，你们会以他为荣。哎，今天我们为真欢喜，第四当来看到这个成果，我相信你我拢为着家己一个建设来打拼。所以伫这内面，那么唔嘛，咱嘉义县的消防局局长，嘉义市甲嘉义县无分管区，支持咱经济，甲国际性都做好了。啊，我祝福所有贵宾。大家平安顺心，圣诞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我们看一下我们这边的这个镜头哈、等一下，这是来到了21世纪，我们是科技的时代。等一下，我们的手呢，就轻触我们的荧幕哈、那我们等一下要准备，让我们的许愿号来来启程了哈、来，我们许愿号。从家启程，然后来，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镜头，好不好？来，先给我们一个赞，好不好？先给我们一个赞，好，来，
先给我们的啊这个阿里山林田哦，来给一个大大的赞好不好？来，我们的赞，真的我们要站在一起。哇，这个行走的一个一一一的画面，我们的妙修处长真的哈，哎、欸，这个很有巧思啊，来，先一个赞哦，哈，先一个赞哦，好，要继续加一，好，继续加一，对，好，那我们呢，来一手呢准备做预备动作，另外一手我们呢来往前好不好？对，做出飞翔的动作好不好？我们的啊立贝领渠就要起飞了，我们的啊这个许月号就要起航哦，哈。好，来准备要起航喽！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镜头。好，等一下呢，我们五四三二一之后会有动画跑出来，我们再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动画哈。好，来各位，我们一起倒数，五、四、三、二、一，请启动。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画。哇，来来来，好，我看到我们的阿里山铁路有没有？哇，你看这么复杂的一个设计工法，然后呢，是的，我们的许月号就这样全新登场了，掌声鼓励！有没有看到？同步的，我们的许月号，来就在各位的右手边，真正的许月号，来，许月号挥个手，许月号来了，哇，好，各位。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等一下再一起过去。我们在台上先拍一张哈、哦，这里先让大家远装。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进去。许月号起航，起航，起航！好，看一下我们前面的镜头。哇，我们的市长也忍不住要飞起来。看一下各位的啊、哦，这个右手边好吗？许月号起航。好，那再看一下各位的左手边，来看一下我们这边的媒体的朋友的镜头，来，许月号起航。